在里面。哎，你别吓我，给大家说一下子词。今天没装到鱼啊，去拿两个白菜回去吃吧。今天晚上带一点自己种的菜回去，带了一个晚上的水，这个地里面了，田里面了，全是水的。再看看这里，这就是那个我堂姐的鱼塘，里面很多鱼的，发大水都跑出去好多了。哎，这有鱼啊！哇，真的真的真的，看到没有？嘿，真的有。对，这个地里面居然有鱼啊，居然在这个田里有鱼。哇，跑的跑的，它跑得挺快的哦。哪里去了？这里面是什么？起来，盖住它。盖住了没有？盖住了，盖住了，你来盖住了。意外收获，这倒下肯定还有。啊，肯定是从这里上来的，肯定从这里上来的。再倒一下，虽然这里还有泥巴。要跑，非常跑！呀，嘿嘿，又得了一条。这个鱼很快啊！突然下雨了，我要去跑个哪个手艺了。肯定还有，我继续找一下。意外的，在这个我们那个菜地里，居然得了两条鱼。哎，那有个，这里，哎，这里，哎，快，哎，这里有个。哎，得了，就跑进来了。那里肯定还有啊。这是先把这个装起来。它是从那里上来的，应该是。对，应该是。再捞一下。哦，你可能也就是从这里进来的，从这里进来的应该是。看，这有一条，它没动了。哦，这里有条死的吗？哎，还活还活！哦，哇！哎，这有个，来！哇，这两条，慢点，两条。哦，真的吗？三条，这有三条。得一条，再一条，还有两条，算了。哎，进来一个，进了吗？进来一个，哦，进来一个，痛！哎呦，牛啊！奶牛，哎，那，过来，哎，前面，快，上！哎呦，快点，快前面，这一条，哎，这一条搁浅了，哪去了？还在，草那里，看到它在那里。哎，这里发现了。哎，得了！你在看啥？望台。都是这一种，稍微小一点的。这些应该是年轻气壮，它可以游上来。这鱼还小，不好吃。把它倒回这个鱼塘里吧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